台湾是口号让改革总场勇气，每系庙里清福办被关北京团的团长，还新立的勇气采茶戏团，都客家戏曲，老客家北京改革育老推广红，皆贡献大家求地，还是都做了复兴客家改革总企业，每就系两下个台湾是口号让新立的全台湾为之改客家戏曲，就希望老客家戏曲传下去，也因为基督艺术教育红改贡。那到了2013年，客家贡献奖的终身贡献奖。记得现在还见到节奏，泥泥糯糯搞同好，这就是前台湾几个学院的高中常用语。也还没做高中的，还是挂掉点客家戏曲的发展。故作还是做教书，当地片的上课方式，学生的都有独特的印象。这些创的东西，全部这些什么就是音谱啊，都有在他的头脑，都有，他都可以把它弄得都了，让我们学生很了解。他都会尽可能的把他的像他采茶戏啊，或是八音啊，他都会告诉我们，然后。就是他很不吝啬，有些老师可能都会偷藏一手，可是老师他就是很大方，都会教给你。就算是亚姐扮演戏的学生诶，已经有位基本的功夫神通，认真动作学生诶都唔会抗议。故作常用戏，还会教学生诶讲下。我比较用突发练功的方式，伊对好多年也好，我爱做好多年也好，杨爱生也好，严淑敏也好。训练都去那不，唔要单样做伊要讲下，平常时用合法就做的来做健康。常用戏听阿婆声，从小就同一代充满传统节目的家庭成年状态。家公陈金强喺扮演嘅员工嘅一台台词，家婆参与妹做客家菜场戏当出名，有音乐才进得去，从小就好嘅懂得用嘅传统乐器。他咧现在也得行行都精通。我当然就比大家有较好的机会啦吼。但是相对性，那特别四年妹没有什么童年啦，童年就通通在玩这个东西。其他还是苗栗陈家班北关扮演团的团长，同时还从里面用心采茶戏团，每几下摆推不推翻去到国外演出，都成三毛传统客家传统采茶戏。民国80年演出戏，开始以民国戏那来演出啦。当然也两年间，如果更加唔单止戏都米族啦，哦，还那都欧族戏哈，甚至是戏都也个那个东南亚的，团戏都那做亲疏太大个反应啦。连队长都喺朋友同佢讲，其实听讲，自家队长冇都唔重要，佢一定第一嘢，还是客家戏曲同扮演传统戏曲冇，尤其系上小三年后，未来亦系希望继续搞，无论嘅客家戏曲还是客家扮演，为了佢一生嘅好多嘅功夫，教本还有长嘅，客家新闻发起上时期综合报道。